上行之来的和风生巧，是最好吃最好吃的了。这个又便宜，完了之后里面颗数还多，嘎嘎好吃。嗯，这些牌子的生巧，就是这个生巧大福，上行斋是最好吃的，它是最先出的，后人都是仿它的。老好吃了，嗯，外面一层可可粉，一层糯米糍，糯糯的，里面是纯生巧，有点微微苦，还有里面有那种爆珠，一咬脆脆的爆珠。这个巧克力粉可别弄身上啊，有点埋汰。嗯，这不是厂家给我发的，是我自己买的，完了挂的链接，因为我超爱吃这个。爸爸是